这个球哇，来得漂亮！这个布阵在比赛后段呢，守得比较靠近边线才可以把它给拦下来。飞球扫出去，在二垒方向，让郭永维拦下来传往一垒。张志豪遭到了封杀，一出局。 出现在一好一坏，有跟到，但是没有打好。来看位置，最后是阿坤啊，阿坤啊，哇，江坤宇你又来了，太不讲理了吧！飞球投高了左半边的飞球，左外野手过来，来得及吗？接到了，真送了，非常迅速的往右边来移动哦。 这个位置，两好两坏，打高，在左半边三垒手过去，捕手也过去，有没有守备的机会呢？三垒手绕回来，哇哦 ，nice catch。进在，对，来看一下二垒手接到，再往一垒穿，哇 ，nice play，好球。 再来一颗速球，要来看到二垒手岳东华接到中，甩下了一垒 ，nice play。岳东华今天也跟上坤宇的 nice play 列车。这个球中间被扑下来，跪着传，有好球。 这边来做偷点。 总只能徒手接到甩一垒，哇，这是超级 nice play， 没错。两人出局，内角球，野手跳起来接杀出局，哇！我让拿莫一样来守一垒，哇，第一颗打得蛮扎实的，左半边花街。 没有掉出手套 ，nice play。但以130的球速来看的话，很容易。飞球扑倒在地，江坤宇传运来 ，nice play， 哇，今天的内野手背两边都帮了大忙。嗯。一个触棒，哇，直接被接杀。岳东华真的运动能力非常好，绝对是顶级的。 贴地的球路被打高，左外野手过来，有没有接到？有接到，哇，漂亮！写 nice play 啊！哇，我现在不用想说要传回一垒去制造双杀哦，这个很可怕的飞球，最后被他接到手套里面，要点！哎呦，哇，高宇杰 nice play double play， 哇！ 这实在是太棒的守备了，要给高宇杰 UJ 来一个爱的抱抱哦！哇，这一球他守得太精彩了。